好不好？他画面要停一下，如果打的话。新的节目在规划，这样子。谁开始有放不开吗？会啊，当然会啊。他根本没有经验主持，他怎么放得开放不开的？讲两样，说你在这个期间看到儿子的优点。个性上改变很大，他以前很担心网络，网络的霸凌啊，网络的说东说西啊。说你老爸到现在从来不看网络，我也不会看网络。不是，你们要看那就看，但不要放在心里面。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最开心的，越来越不在意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礼物了。哦，作为爸爸来讲，就孩子更能看得开。哦，我想你问我秘书，馆长还没有很红的时候，我就想签他了。对，真的。然后我就找秘书去联络馆长，后来因为其他价钱开得蛮高的。起不起？我那时候开400。我觉得那会不会希望劝馆长就是行事低调一点？这种环境他没办法低调。你就要当一个网红，或者你要当一个艺人，你没有办法低调了。你低调你就没有声量嘛，对不对？你当艺人怎么低调？如果你要当一个公众人物，你不高调谁理你啊？你就没有市场啊。